今儿这炒肝是老姚那儿的吗？是啊。闷得呼着不说，芡勾的太稀了，大肠子碎了吧唧的。你这嘴啊，什么都尝得出来。今天是老姚的小伙计长的事儿。你看看，我就说吧。老姚呢？听说去义和团了。老姚去义和团？他会功夫吗？兴许会点吧。那要不然不是白给吗？分中国的热潮，终于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。1900年6月11日，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口，天津沦陷。谢默儿，谢默儿将军。恭喜恭喜，雷尔克先生，我的朋友，这是我们共同的任务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女士们、先生们，请听我讲，我们成功的占领了天津。感谢上帝赐给我们这个荣耀，但这只是胜利的开始。很快，北京也会臣服在我们的脚下，我们胜利的旗帜将会插遍中国的每一座城市。师兄，你要忍住啊！师兄，牛师傅这条腿中的是铁沙子，如果不赶紧救治，这条腿就废了。哎呀，俺师兄这一身绝活，他不能没有腿啊！这可不是一般的伤，得找个好郎中啊！现在天津城里全是洋鬼子，进去就得死啊！找辆马车送牛师傅去京城，三五个时辰就到了。对，赶紧找辆马车。忍住，京城我有熟人，只有他才能救俺师兄。快去！好，师兄。师兄，你挺住啊！走，走，走。这么晚了，谁呀？没事，我去看看去。谁呀？程师傅，铁奎兄弟，俺兄弟快不行了，进进进进。怎么了？大兄弟受伤了。快进呐！哦，走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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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去把金装药拿来啊！嗯。师傅，师娘让我送来。好，你去吧。程师傅，没想到洋人的枪那么厉害呢，比燕翅汤还厉害啊！俺兄弟这条腿能保得住吗？我尽力，忍着点啊！师兄，你忍着点。师兄，师兄，还有一个。师兄，有点疼啊。师兄，还好没伤到大筋，你送来的及时啊，要不然这条腿就废了。哎呀，谢谢程师傅，谢谢程师傅保住我兄弟这条腿，太感谢了。起来，兄弟有难，你能想到我，很给面子了。今天晚上你也在这儿歇息，正好照顾一下牛师傅。谢谢程师傅。
哎，这根管子通到上面的玉溪铺。啊！哎，这天津卫说话间的功夫就被杨国福端了，我看这北京城啊，怕是也保不住了。哎，要变天喽！我看，叫大清要完了。谁说的？谁说大清要完啊？给我站出来！我告诉你们，别说八国联军。 就是八十国联军来喽，咱们大清啊还是大清。呀，索老爷，您别光说不练呐，有本事你去跟洋鬼子干去啊！哼，我上岁数了，我怕呀给义和团添乱。你年轻力壮的，你去啊！我就一小老百姓啊，这洋人干的是义和团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哼，大清啊！ 拜就拜在你们这帮人身上，烂泥巴你糊不上墙。嘿，骂谁呢？骂你呢！二位爷，二位爷，消消气儿啊，消消气儿。哎呀，少说两句啊。走了。哟，三爷，这儿呢，等您半天了。哪儿？怎么着，哪儿爷？又桃花着好玩意儿了？今儿个，看我怎么收拾你啊！ 老板，索王爷，哎，您吉祥，您吉祥，坐坐坐坐坐，得嘞。哎呀，坐吧。哎，哎呦，怎么样，生意还成？哎，就那么回事吧。马华，帮我长一下眼。 坑兵种，缅甸货。王爷，这不多见了。毛华呀，好眼力，就这玩意儿，给我打个扳指。王爷，您要把这磨成扳指？嗯，做不了。不是，这个打成扳指有点可惜了。咬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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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那王爷呀，看来您这黑将军不灵啊！各位各位爷，今儿就到这儿，明儿请早。哎，那王爷，我们也算一算那笔账吧。本座，哎，那是轮呢，那是轮，加上这局。 您欠我40亿两，得，零头给您抹了，40两银子。程三儿，要这样啊？您看看我这浑身上下啊，哪值那40两银子？您割了去。哦，跟我耍三清子是吧？哎，没那意思啊。兄弟们，那我们就到王爷府上坐坐。哟，可以啊，您请。三爷，来，兄弟们里边请啊。 这看上什么呀？甭跟我客气，随便拿啊，知道吧？随便选。你们瞧瞧，堂堂那史伦那王爷竟然混成这个样子，你们快点看看，有没有什么自毁文玩？去去。就那玩意儿，有那玩意儿，我至于混成这样？哥，哥，他们是谁啊？回去，你上，回去。哟，是格格吧？ 你是谁呀？那王爷，您真是抱着金元宝要饭。您看这样，我们那笔账一笔勾销了，完了，格格跟我回家，成吗？啊，
你早就惦记着我们家格格呢是吧？哼，你也不瞅瞅你那造型。那也，你都混成这个样了还端着呢。姑娘大了总是要嫁人的，嫁给我，我保她吃香的喝辣的，您那份儿也少不了，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三爷，这事儿您容我琢磨琢磨。拿米拿，买点酒去，我跟三爷喝两桌。不用不用不用，让小的们去就行了。哎，不不，这事儿怎么能让兄弟们去呢？哎，兄弟们，走。大明，赶紧去呀！兄弟们，走。哎，你坐，别客气。哎，大明，赶紧跑！追呀！赶紧跑，大明！大明，赶紧跑！程师傅，怎么了，纳米？救我！那格格，跑什么呀？唐三儿，你又惹事了。程师傅，这儿没你的事儿。几个大老爷们欺负个小丫头，算什么好汉？你是干什么的？少管闲事儿！山东李铁魁，原来是义和团的兄弟，见了爷爷还不赶紧跪下？呸！狗仗人势！唐三，今儿就到这儿吧。程师傅，今天我就给你个面子，走。等等，行不行，纳米？以后啊，谁敢欺负你，就提俺的名字。谢谢大哥。纳米，沿着小楼回家吧。嗯。师兄，哎，你好点了吗？哎，养着呗。哎，师兄，我跟你说，今天程师傅出了一招。哇，这八卦掌果然是名不虚传呐。那程师傅是什么人啊？程师傅的功夫那都是得了董海川、董公的真传，深不可测。哦，哎，师兄，你要是腿好了，跟程师傅交个手，谁能赢？你是真瞧得起你师兄我啊？你别说，你师兄我这腿没坏，就算是给我再安两条腿、四条腿，咱哥俩一块打他，都未必能动他一根毫毛。哟，这么厉害呢？那可不。八卦掌，顾名思义，那就是以掌代拳。哦，人家出手教十字，十字当中求生存呀。出步必寻圈，走起来那是四马汤泥，如鸡踏雪，鸡腿龙身，鹤形猴相啊！动则变，变则化，化化无穷，那是如鱼撞网。人家过招讲究叫迎门三不过，削、兜、探，其中的奥妙不可言喻。哇，程师傅的武功已经登峰造极了。那他师父董海川得厉害成什么样？你知道
太极的杨路长。何为太极？太乃至大，极乃至小，在最大与最小之间找到平衡，去破坏对方的平衡。那太极拳讲究的是动作和顺，由松入柔，刚柔相济，一气呵成。八卦掌呢，讲究的是内外兼修，强调身心合练，身结不灵，如龙游空，拧翻走转，掌法是幻变无穷啊。出手成招，踢打摔拿融为一体，慢柔轻匀，刚柔相济，看着柔，摸着就没。手似行云，不如流水，敌不动，比不动，应急则急应，应缓则缓随，因敌变化是神奇呀、啊！谁赢了？嘿嘿，想知道啊？哎呀，哎呀，师兄啊，你急死我了！你快说呀，快说呀，谁赢了？你快说呀！你赢了啊！我赢 了，腿！哎呦呦呦！师兄，哎，里尔克先生，你输了。尽管你给我讲解了很多次，可是我还是搞不懂象棋的规则。好吧，我认输。看来你还需要好好学习一下。真不知道是哪个家伙发明了这该死的象棋。再过几天，我们就要对北京发起攻击。这一战，只许胜，不许败。中国有位军事家叫孙武，他曾说过：“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”我已经从世界各地招募了一群高手，他们会是我们的秘密武器。史密斯，20年岁，曼彻斯特人，大英帝国皇家护卫格斗教练。安远次郎，日本天皇钦定的国手。金童道术，俄国摔跤手阿尔沙文。绰号飞机兽，菲利普，美国德克萨斯人。绰号野牛。这四个人将会组成一支特殊队伍，专门对付北京城的高手。他们已经踏上了前往中国的轮船。西门尔将军，你考虑得太周到了。我们失败是不可能的了。再来一句。茂华，你真的不跟我一起走吗？我得等我师兄尹福的消息，要不然走不安生。那你答应我，一旦打听到尹福师兄的消息，立马到乡下找我。嗯，放心吧。嗯。尊敬的女王陛下，我们按照计划占领了北京。但遗憾的是，我们没有抓到中国皇帝。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已经逃离了北京，我们已经召回了清廷将领，责令他们铲除义和团。那四位高手今天就会抵达这里。太好了，马上就有好戏看了。长官，外面有个中国人要见你。让他进来。你的主意非常不错。小人纳什伦，参见司令大人。像你这样的中国人我见得多了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背叛他的国家。哼，好吧，说说你的筹码。司令大人啊，您果然是行家呀。不瞒您说，
我祖上那是道光爷钦定的状元啊，就北京城这些大小的官员啊，皇亲国戚，想当年跟我爷爷那是同朝为官呐。他们家有几间宅子，这大门朝哪开，家里边藏着多少宝贝，我那是门清啊。您不就是求财吗？你有什么好处？哎，我要的不多，您赏我个一官半职，有口俸禄，这就是您抬抬手的事儿，这买卖划算的，司令大人。我可以答应你。嘿，得嘞，杨大人，您就请好吧。哟，这常三爷。哟，那王爷，稀客呀。我们已经聘请常先生担任北京务实会会长。今后，你们二位要同心协力，维护北京的治安。哟，那这么说，得叫您一声常会长了。那是了，你欠我四十两银子那笔账。甭说四十两，回头啊，我给您一百两。哼，司令大人，北京各门派的地址、掌门人、善用的拳法和兵器都在这儿，是我连夜让人抄录，您过过目。掌柜，四位高手已经到了。太棒了，走吧，李二哥，去见一见我们的勇士。你们两个也一起来看看，跟你们的武术家比谁更厉害。三爷，请。我的勇士们，欢迎你们远道而来。介绍一下，这一位是北京武士会会长常先生。既然他是武士会会长，那他就应该有一些过人之处。哼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我很早就听说中国功夫博大精深，我很想领教一下。既然杨大人给面子了，那我献丑了。杨大人果然厉害，小人甘拜下风。正宫功夫不行。史密斯先生，不要高兴得太早，这个人并不能代表中国功夫。是啊，说杀就杀呢。对呀，这是什么世道？快这样，干嘛呢？你想杀我去啊？师叔，我。师叔，文彪。你师父怎么样了？师叔放心吧，师父当然无恙。他护送老佛爷跟皇上奔陕西去了。老佛爷跟皇上跑了？这紫禁城都快成洋鬼子跑马场了，幸亏有师父在，要不然万岁爷这颗脑袋怕是保不住了。紫禁城没了皇上，还叫皇城吗？程师傅，铁盔兄弟。哎呦，这位是？这位是我师兄尹福的徒弟文彪，自己人。哦，程师傅，您去外面看看。
程师傅，这回又给您添麻烦了。哎呀，什么话呀，都是自家兄弟，这地窖，目前还算安全，大家可以在这儿好好养伤。现在京城里头，各大的镖局、武馆也全让洋人给毁了，各大门派的掌门人也让洋人给逮了，咱必须想办法救他们呀！大家稍安勿躁，现在伤的伤，病的病，出去就是送死，等大家伤好了再跟洋人干。 这是我们仙师董海川毕生武学之精华，掌谱你收好。师叔，怎么叫何德何能，怎敢担此重任？八卦掌自从开宗立派以来，到你是第三代，甭管别人怎么说，说咱们拳脚功夫过时也好，一介武夫也罢。 咱八卦掌这条脉不能断。我是岁数大了，本来想着做点小生意了此残生，但是造化弄人呢，清静日子不让过，八卦掌发扬光大的担子，你挑起来。师叔，你不是想和杨月？我的事你别操心，记住我说的话。 这条脉不能断，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就得再点一盏灯。铁魁兄弟，哎，我出去一趟，你看一下店。好。孙老头，孙老头，你也有今天呐，啊！ 你说这万岁爷跟老佛爷都颠了，你留下来干嘛呀？你可别怨我，我这也是没辙呀！啊，对不住您老了，王爷，王爷，您的扳指做好了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。 哎呦喂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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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没事，你来吧。喂，站住！ 程师傅，牛宝兄弟能下地了，得亏了程师傅您的金疮药啊！哎，得再养些日子，这骨头还没长好，可别忙着动筋骨啊！哎，放心吧您。哟，快快快！程师傅，纳闵，我。 刚眯了一会儿，有事吗？哦，我做了点豌豆黄，给程师傅您尝尝。啊，太客气了，进来吧。嫂子呢？啊，她老家有事儿，刚走。程师傅，那我给您搁这儿了，吃着好，我再做。 程师傅，您这袍子……上午出去办事儿，不小心刮了一下。哦，那我给您缝吧。不用了，自己能缝。这针线活您怎么干得了？上回您救我一命，我还不知道怎么谢您呢。好。可怜的史密斯，我们一定要严惩凶手，张先生。 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出是什么人干的？此人武功高强，在京城之内拥有这种功夫的人不超过10个。可是，这些人大多数和我军交战之中已经战死了。你熟知中国武术流派，从他们身上的伤痕，难道看不出是哪门哪派？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这位史密斯史大人是死在八卦掌之下。 八卦掌是吗？那是什么？八卦掌是中原武林的武术流派，它与太极拳、形意拳并称为中原武林三大内家拳。我在日本也有所耳闻。板垣大人果然见多识广，说的没错。
这八卦掌开宗立派的人叫董海川，是嘉庆年间的一位武学奇人。这位董海川徒弟众多，大徒弟叫尹福，是光绪皇帝的权术教练。听说他已经保护光绪爷和老佛爷逃奔到陕西了，我估摸着这应该不是他干的。他的其他徒弟在那里？大多散落在民间，其实要查也不难，北京城就这么大点地方，您容我几天功夫一定给您个交代。这个该死的混蛋，我一定要严惩他，可怜的史密斯竟然败在了八卦掌之下，看来我们低估了北京各头家的能力。报告，九门提督到了。让他过来。崔大人，里尔克先生是德国大师，史密斯先生是我不远万里请来的贵客，可是他们死在了你的下去，你怎么解释？辛默尔将军想如何处理此事？我限你七天之内抓到凶手，否则这对即将到来的和谈会非常不利，与你的前途将更加不利。崔大人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你知道该站在哪一边。好，我会给你一个交代。不过西门大人，我也奉劝你一句，如果你的士兵继续伤害平民百姓，恐怕类似的反抗还会发生，而且会越演越烈，这对你们在北京的统治恐怕没有好处，所以你应该对你的部下严加管教才是。我的上帝，白军之将竟敢教我这么管理士兵，真是笑话。崔大人，我等你的好消息，你可以走了。哼！兄弟们，街坊给做了点点心，大家都尝尝。啊，程师傅，这段时间真是麻烦您了。嗨，兄弟几个这病也都养好了，他们想今天晚上走。是是是。外面风声这么紧，我劝诸位在这儿多休息几天，风声过了再走。程师傅，现在洋鬼子闹得正欢，我们总在您这儿养伤不是个事儿啊。这叫什么话呀？现在敌强我弱，你这身上还有伤，你等着伤养好了再跟洋鬼子干也不迟啊。他们这点伤算什么呀？是是是，我也是，就是来日方长。那你们走了之后怎么打算？程师傅，现在京城群龙无首，洋人又欺人太甚，皇上和老佛爷不顾百姓死活，我们想推举您为京城武术会的会长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从此以后大家不分门派，都是一家人，我们大家跟着程师傅和洋人干到底。对对，干到底，干到底。兄弟们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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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程师傅，您不答应我们，我们就不起来。各位，我就是区区一介商贩，这京城武学德高望重者这么多，我程茂华何德何能，怎能担此重任呢？你们的心情我理解，大清国虽然败了，但是我们不能败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这么说，程师傅，您是答应我们了？不不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日后，你们有需要我程茂华的地方，我在所不辞。你说的什么，什么会长，就算了吧。哎呀，哎呀，程师傅，这话都说这份上了，大家也别难为他了。快快快快，起来起来，快坐快坐快坐，坐。我上上面铺子看看，吃。程师傅毕竟是生意人，也不能这么说呀。程师傅毕竟对咱们有恩呢。对呀，程师傅不是那种不敢出头的人，
我估摸着他是有什么难处。现在这个杀人凶手被中国人奉为了英雄，这严重影响我军的荣誉。常先生、那先生，你们现在是我最相信的人，我要你们尽快查明真凶。您放心，大致上有个范围了，相信过不了几天，我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交代。如果你抓住凶手，我可以命令你们的皇上封你为九门提督。多谢西大人栽培。西大人，您之前不是说这九门提督的位子是给我的吗？您这……我差点忘了。当然，我的承诺依然有效。如果说你能抓到凶手的话，这……我又不会功夫，就抓那飞贼可能有点困难。那么你只能祈求上帝保佑。如果你不能为我军立下功劳，我为什么要降临你？您说的是，您说的是。西大人，我还有一个请求，这件事儿您交给我一个人去办，别人谁都甭插手的，我一定给您办个漂亮。看来你很有把握。我仔细看过史密斯先生的伤势，凶手的范围大致上都有了，此人狡猾得很，掺和的人一多，我怕打草惊蛇。好的，你需要几天时间？三天，三天就足够了。我饿了，给我弄点吃的。桌上呢。不是什么东西啊，这是人吃的吗？我给你那银子呢？那钱我不敢花。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哥，咱们家虽然败落了，但还没有丢做人的本分，你就别再给洋人当。我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啊？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，为了给你置办一套好嫁妆。你别老拿我说事儿，你自己心里想什么你最清楚，别让人戳脊梁骨，咱们祖宗的脸丢不起了。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现在连你也瞧不起我了是吗？问你话呢。这谁衣服啊？程师傅的。程师傅？哪个程师傅？玉器铺程师傅。这是你干的活吗？啊，他老婆呢？回老家了。你说你堂堂一格格啊，你给一小摊贩缝衣裳，你丢不丢人呐？丢人的不是我。哎，你给我站住。程师傅，纳敏，您的衣服缝好了，谢谢。哟，那格格，有日子不见了。程师傅，那您先忙，我先走了。程师傅，生意可好？弄好了吗？马上马上。程茂华，你自己干了点什么？别以为能瞒得过我。这儿说话不方便，换个地方聊聊。看好店。程三，有什么事你快说，我那边还忙着呢。程师傅，明人不说暗话，里尔克和史密斯是不是你杀的？我就知道你不会承认。程师傅，这次我是来帮你的。帮我？十年前我拜您为师，您瞧不起我，行，我认了。可现如今这世道都变了，皇上跟老佛爷都得听洋人的。程师傅，请坐。
哎呀，咱们当老百姓的就别来劲了，该低头就低头。您说是吧？哎，要现如今这世道，你也看见了，这大清眨么眼的功夫就完了。拳头再厉害，也顶不过洋枪洋炮。刀枪不入的话，都是壮胆的，谁信谁是笨蛋。可是这老祖宗的手艺不能丢啊！您把八卦掌的掌谱交给我，您放心，绝不外传。唐三，我留着一本八卦掌谱确实没什么用，但是我是个生意人，我凭什么就白白的把掌谱给你呢？对对对，程老板是生意人，那咱们就谈生意。好，只要你把掌谱交给我，我在洋人面前保你一命。你可知道，我现如今是北京武师会的会长，我可以把北京各路门派并到你八卦掌之下。到时候，八卦掌就是北京最大的门派。回头，我再帮你找个替死鬼，把你捅的雷给你顶喽。往后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程师傅，你好好考虑考虑。哎呀，常三，你想的周到。这笔买卖听起来划算，啊？对呀，划算划算。不过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我们这八卦掌啊，是传儿不传女，传内不传外。你要学这八卦掌没问题，你得做我干儿子。哎，不过你这年龄可比我没小多少，我不能白白收你这么个大儿子呀。姓程的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我这次过来就是给你个面子，马上把掌谱交出来，不然我在洋人面前就不能给你兜了。常三，你觉得今天以后你还能见到那些洋人吗？论拳脚我不是你的对手，可是你瞧瞧这个，没见过吧？看看是你的掌快还是我的枪快。不要逼我！别！程师傅，你也太不仗义了，杀洋人也不叫上俺。程师傅，外面已经解决了。动作快点。程师傅，接下来您打算怎么办？兄弟们都听你的。是啊，程师傅。兄弟们功夫比不上您，但是遇到事儿，谁也没怂过。只要您一句话，俺们愿意肝脑涂地。崔大人，这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坐。茂华，得空帮我调个好坠儿。这阵子点儿背，我得沾点吉祥。这好说呀，我给您拿料去，您自个儿挑。好嘞。您上眼。哎，茂华，头一阵子东单牌楼死了两个洋人的事儿，你听说了吗？这么大的事儿，我当然知道了。茂华，我知道你也算是江湖中人，依你看，京城当中的好手有几个有这本事？哟，这您真是给我出难题了。我在这小店儿做生意十几年，跟那些江湖上的人来往甚少，不好说。哎，茂华，
现在洋人到处缉拿凶手，如果你江湖上的朋友有人认识这位义士，让他千万小心才是。自打这洋鬼子来了以后，没有一天消停，喊什么都行，喊什么都想要，什么都想拿，这大清国就快被掏空了。崔大人，看上哪件了？就这个吧。回头我给您做个细的，送您府上去。好嘞，这点银票你拿着，算是定钱。崔大人，这使不得，回头一起算。给你，你就拿着啊。茂华，我走了。好。师傅，最近街面上有啥动静没有啊？最近风声比较紧，等过一阵就好了。今天白天是不是崔大人来过？他是不是已经怀疑上您了？崔大人还算有良知，他要想抓我，今天白天就可以抓我走。哦，那接下来怎么办？接下来。你们跟我来，师兄。常师傅，您这是想跟二位切磋切磋啊？啊！哎呦，这开个玩笑，程某。自创了一套八卦刀法，想请二位指点一二。程师傅，您可言重了呀！请。程师傅，我牛某人此生能有幸看到这一套八卦刀法，值了。这八卦掌是以掌代拳，这八卦刀呢，则是以刀代掌，掌法跟拳法互相参照，殊途同归。在此根基上，还可以衍生出八卦棍、子午鸳鸯月、昆仑斩。程师傅，今天啊，俺可真是开了眼了。铁奎，想学吗？哟，想学啊！我教你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谢谢程师傅。铁奎，不能无礼。哎，程师傅，我们师兄弟二人被您救了，这份大恩大德都无以为报，怎么还敢要您的功夫啊？铁坤兄弟，牛师傅，洋人骂我们是东亚病夫，知道为何吗？为啥？牛师傅，哎，你也教徒弟？对，你教过真本事吗？有。全教的是真本事？
当然也不能说全都教了。老话说，教会了徒弟，饿死了师傅。无论各门各派都是一样，挑一两个天分高的授以真传，剩下的就教点花拳绣腿。这种事儿，咱们都见，咱们也都干过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这要真上了战场，以命相搏的时候，那些花拳绣腿根本不知道自己不能打，我们败就败在固步自封。无论是名门大派还是小门小派，个个都关起来各自为政。他们不知道这天下早就变成了世界，还以什么刀枪不入这种说法来麻醉自己。你说就这么教功夫，跟害人有什么区别？程师傅说的有道理啊。所以打今儿起，我程茂华要教就教点真本事，要么就不教。要是有一天咱老祖宗这点玩意儿被洋人给学去了，那时候想教都难喽。程师傅这么晚了要去哪儿啊？铁盔，带着牛师傅赶快休息，他伤还没好的。程师傅，你把俺铁盔想成什么人了？俺铁盔什么时候怕过呀？你要行动，为什么不带上俺？程师傅，我明白，你早就知道今天这一去是九死一生，所以今天才把八卦刀传给了铁盔。这样，你要真想去也行。你把铁盔带上，这样我们哥俩心里也踏实。程师傅，带上俺吧。铁盔兄弟，那个应该就是西摩尔的卧室。这图纸上准不准啊？崔大人说他在营造司当过差，他说这些房子都是他指挥盖的，应该没错。好，去看看外面什么情况。是。那边，我们走。程师傅，他交给我，你赶紧走。铁盔兄弟，你快走，快走啊！
师傅回来了，回来就好。哎，常师傅，铁魁呢？常师傅，铁魁呢？铁魁，说呀，铁魁呢？程师傅。 司令大人，另外一名同伙下落不明。传我的命令，明天中午押送刺客至法场枪决。可是他已经撕了。照我说的做，张铁不告。遵命。等等，把他身上的血迹擦干净。好的。逮捕令。 缉拿凶犯李铁魁，议和全匪，胆大包天，刺杀联军长官，责令枪决。凶犯同伙负案在逃，速速前来投案，提供线索者重赏黄金10两，知情不报者斩。就是这个啊！哎，常老板。 对了，常老板。 听说刺杀洋鬼子的好汉被抓了，您在江湖上也有一号。这位好汉
您认识吗？不认识。听说啊，今天上午刚出了告示，说是今儿一早要处斩，这又折一条好汉呢。牛宝，牛宝，沈哥，俺兄弟这条腿能保得住吗？您一定要保住俺兄弟这条腿呀！铁魁，怎么了？一个瘸子劫囚车被洋人给打死了。西马尔大人，这起刺杀案件给贵军造成的损失，我会禀报圣上，我们会按照你的要求进行赔偿。如今，刺客跟他的同伙已经被贵军击毙，我看这起案子就到此为止吧。崔大人，我看没这么简单吧？现场的目击者告诉我，这个人的腿是瘸的，
那个刺客可不是锤子，如果我没有猜错，这个人很可能是个替死鬼。这谁衣服？玉器铺程师傅。崔大人，你真的确定这个人就是刺客？这知情不报可是大罪啊。你西莫尔大人，这个人穿的衣服我见过。谁呀？崔大人，里边请。茂华，事到如今，咱都别掖着了。这次我不能再保你了。洋人下了命令，三天之后安排一场对决，对手是菲利普。如果你不来，他们就开始屠城。现在你有两条路：第一，马上就走，走得越远越好，从此以后不要再回京城；第二，三天之后，你去跟那个美国人决斗，此人枪法如神，即便你侥幸赢了，西门也不会放过你，你必死无疑。哎，茂华，你我相识一场，我不逼你，是去是留，你自己决定。崔大人，约定时间一到，你们的英雄不会来了。Thank you.
徐木儿，你亲口说过这是一场公平的对决，请你遵守诺言。老板，没想到会栽在我手里吧？杨人下了命令，三天之后安排一场对决。如果你不来，他们就开始屠城。即便你侥幸赢了，西门也不会放过你，你必死无疑。无论是名门大派，还是小门小派，个个都关起来，各自为政。所以打今儿起，把程茂华要教，就教点真本事。要是有一天，咱老祖宗这点玩意儿被洋人给学去了，那时候想教都难了。正义心，英雄胆。